左后接通，左后接通，左后接通，感觉，感觉有一个东西在往下，往下坠啊，往下坠的时候，一边在坠，一边在旋转，一边在坠，一边在旋转，一边在坠，一边在旋转啊。一开始好像比较直的，坠旋转，然后慢慢，就是范围扩大了，然后变小了啊，范围扩大变小了啊。也就是说，一开始往下坠啊，一开始垂直往下坠，后来慢慢，这个就扩大了啊，扩大了，再往还在往下，然后慢慢小，然后定到一点上啊，降下来啊，原来这个降落的过程不是飞碟降落的过程，不是一个垂直完完全全垂直的过程，中间有变化，一开始垂直，然后就往周围，弧。圆圈变大了啊、哦，然后再慢慢小下来，然后降落下来啊、哦，是这么一个过程，是这么一个过程啊，